许维伦，许维伦同学，请进。陈冠文同学，吴荣光同学，从早上到现在，我看你们是最幸运的一组，因为你们的作文的名称，你们征文的名称是“世界啊，末日将临”，然后你们抽到的就是“世界末日的九种可能”，同一本书吗？这三本里面有一本。三本里头，其中有一本是。那我看看你们的幸运是怎样的。我们欢迎第十六名。宇宙其实对你我都抱有敌意，它正试图毁灭你，也准备毁灭我。它毁灭这世界万物，不费吹灰之力。这不是如果，而是何时。睡得好饱啊。好。前面好像有东西。你看。那不是外星人吗？不，不要，不要攻打地球。是的，外星人袭击地球而造成世界末日是一种可能，是造成地球毁灭的可能。我们知道这个宇宙非常广大，在这数万亿光年的立方光年的空间里，我们不晓得是不是真的还有地球以外的高等生物存在。因此有一个非常极端的假设，是一个天文学家叫做弗兰克·德瑞克，他提出的德瑞克方程式。当我们把所有的变量都带入之后，我们可以推测出这个宇宙中是不是宇宙中存在的高等生物的数量，而那是一个可怕的数字，有数百万个，很惊人吧？有数百万个和地球相似的高等文明在宇宙中存在。啊，即使这样的话，可能有些人还是会问，那这样的话对我们地球有什么影响呢？其实它要毁灭地球非常简单，它只要制造出一个太空飞船，而那个太空飞船在接近一个星球的时候，抛射出一个包裹，让它降落到这个星球上。在降落到这个星球上之后，它那个包裹其实是一个机器人，它能利用这个星球上的物质，像铁和镍等等，复制出和它自己一模一样的一个机器人，然后再发射到下一个星球去。那在这个过程中，这个星球就会逐渐被消耗掉，就最后就毁灭了。而这个我们知道它会呈指数成长，所以不需要多少年，这星球这个宇宙就会被它占领。对外星人，这些我们尚未了解的东西，我们现在先可以撇开不谈，让我们来谈谈一些我们有生之年可能碰到的事情。例如太阳闪焰，太阳闪焰的成因呢，是因为太阳的赤道和极圈的自转速度不一样，所以而造成它的磁力线周结，所以而形成太阳黑子。太阳黑子呢，又会喷发出许多的带电粒子，而这些带电粒子呢，来到地球的时候，会使得地球的磁场缩小。我们知道。磁力场的强度变化会产生电流，所以当带电粒子到地球的时候，地球的磁场缩小，就会产生电流，在各地的电网上产生电流，造成大停电。另外，太阳黑子会对地球产生影响，也有包括飞行安全。飞机在飞的过程中需要通讯，需要指引它的方向。在自动导航也是，电脑要透过无线电波对飞机下指令，飞机才能自动导航。所以当大量带电粒子来到地球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会干扰它通讯，而造成自动导航失灵。至于另外一个可能是黑洞，我们知道黑洞它具有很大的引力，任何进入其间的物质都无法逃离，它的逃逸速度是光速。
但是假设真的有一个黑洞逐渐的朝地球接近的话，那在我们进入这个黑洞之前有更明显的危险存在，那就是它的引潮力，或者是我们称为潮汐力。那所谓的潮汐力呢，其实就是引力差。当一个黑洞接近地球的时候，靠近黑洞那一侧的地球会比远离黑洞那一侧的地球所受到的引力强，而这个引力差呢会把地球给渐渐的拉长，所以这个在书中称为意大利面化的作用。所以要是我们把一个面团放到黑洞上面，它就会自动变成意大利面，这样我们不就可以吃了？去吃吧，去吃吧，吃你的最后晚餐。好，接下来让我们再讲一个世界产生世界末日的可能——超新星。超新星呢是年老的恒星，是即将死去的恒星。当它死去的时候，会产生爆炸，而放出许多高能的射线，如 X 射线、伽马射线。这些射线呢到达地球的时候，会造成一些影响，例如。伽马射线到达地球的时候，会让臭氧层分解。分解的时候，当隔天太阳那个出来的时候，大量紫外线照到地表，许多浮游生物就会死去。而当这些浮游生物，因为浮游生物是这个整个生态系最基层的生产者，所以当这些浮游生物死去的时候。那个就会造成整个生态系 分解，然后呢，进而影响到我们人类，最后会物种灭绝。除此之外呢，世界末日可能还有太阳的死亡、银河系的灭亡跟万物的终结，这些呢发生的几率是必然的，一定会发生，但是他们将会发生在数十亿年的未来之后，而人类你可以活数十亿年吗？以现在的科技应该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呢，这些东西发生在我们生命周期上的几率呢是零，所以我们可以不用太杞人忧天。尽管呢，世界末日的有很多种可能，像外星人灭绝、太阳闪焰，或者是很多有九种可能，但是它们发生几率都是必然的。但是因为它们发生在我们生命周期上的几率实在是小，非常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呢，我们何不将我们的注意力去关注在一些比较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像是现在地球的环保，或者是全球暖化这些问题呢？我们去理解它，才能去解决它，或者让我们能更踏实的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而要是这种世界末日的可能不会发生在我们这一届上面的话，那我们何不一笑置之，就看看就好了。因此。学了陈冠文、冯光，下来还一波。好，我们的第十七组从台南来的郭一军同学，哪一位 ？OK， 到了啊。陈一雄同学，还有王中山同学，你们抽到的书是《细胞种子》，所以三位是现在几年级？高二。所以生物学都已经学了，是吗 ？OK， 那我们欢迎第十七组的同学。各位教授、各位观众，大家好。明年元旦，二代健保就要上路了，而这次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为了解决健保局的财政问题。每年健保局为了起肾的病患所花的金额达到了400亿之多，而台湾每年接受起肾的患者总共有7万人，这些起肾病患的生活品质并不好，他们每2-3天就要到医院接受一次治疗，而每次的治疗长达4个小时，他们的家人需要花很多时间来照顾他们。为了摆脱这些痛苦的折磨，他们都排队等待着器官移植，而器官移植，就算等每个台湾的患者平均要每33年才能得到新的肾脏，而就算接受了新的器官移植，也要长期服用抗排斥性的药物，
而且就算在十几年后，他们仍然无法摆脱这些器官衰败的命运。因此，科学家找到了新的方法，那就是近几年来十分热门的干细胞研究。干细胞分为许多种，其中全潜能干细胞能分化成一种完整的个体，而多潜能干细胞，也就是胚胎干细胞，能分化成全身上下200多种细胞，但是它无法发育成一个完整的个体。还有繁潜能干细胞，也就是成体干细胞，它只能分化成单一组织的细胞，例如造血干细胞，它只能分化成血球细胞。然而，繁潜能干细胞的能力比多潜能干细胞的能力弱很多。还有，多潜能干细胞的来源大多是人工受精的，还有人工流产所留下来的胚胎。而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拿这些胚胎来做研究的行为无异于杀人，因此很多国家限制了这方面的研究，科学家在这方面的实验也一直没有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就在2007年，上帝为这些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患们打开了另一扇窗户 ,iPS。iPS 也就是人工诱导多潜能干细胞。这种细胞是将人类已经分化成熟的皮肤细胞取出，植入几个特定基因，诱导它成为多潜能的干细胞。这种细胞具有了胚胎干细胞所的强大分化能力，但是又不会遭遇到取得胚胎时所遭遇到的道德难题。而这个计划的幕后推手不是别人，就是今年刚得诺贝尔生理奖的山中生米。他以前在大阪是个整形外科医生，但是因为医术需要加强，别人花20分钟就可以做好实验，手术，他需要花2个小时，病人可能还没叫，病人开始叫痛，可是他还是没办法做好，所以他决定放下医学，到美国去进行他的博士后研究。在美国，他以小鼠进行癌症基因的相关研究，同时他见识到了美国充沛的研究经费来源，美国良性的同侪竞争，更重要的是美国的法令较为宽松，他可以无限的取用胚胎干细胞株。但是当他回到了祖国日本之后，他发现一切不一样，天哪，日本可以跟他竞争切出的人少之又少，而且他在日本的经费远远不及美国，他在日本只有一点点钱，但是美国的经费是那么的多，而且日本的法律比美国严格很多，他光是申请需要用干细胞装等他一年的时间，所以他患上了忧郁症，曾经想要放弃他研究，再次回到医学。但是这时有两件事阻止了他，第一是奈良的仙端科技大学邀请他主持一个具有高科技设备的实验室，第二是他得知美国的汤姆森教授领导他的团队成功做出了第一代的人工胚胎干细胞。在考量到自己实验室有限的研究经费之下，他毅然而然地投入了 iPS 的研究。终于2007年这项实验开花结果，他把成人已分化的上皮细胞利用植入基因的方式，让它再一次回到了干细胞的状态。那这有什么用？举一开始讲的洗肾，那些洗肾的患者天天要背负这么多的痛苦，他现在只要把他的上皮细胞弄出来，注入一些基因，让它回到干细胞诱导分化变成他的肾脏，植回去，不用怕会有任何的排斥问题，因为那就是自己的细胞，可以省下很多他们在洗肾遇到的痛苦或者是麻烦。另外一个例子，当你有一天不小心走在路上，哎呦，被车撞了，就是被车撞最容易做的一种事情，最容易造成的就是下半身瘫痪，你下半身不能再动。但是问题是，现在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治疗这个，但是有了 iPS 之后，你可以把自己的上皮细胞弄出来，然后用变回干细胞之后，分化成神经植入，修复你的系统，这样你的下半身就可以再一次的活动。
讲了这么多好处，那应该有一些限制了吧？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限制就是，在植物的基因当中，可能有些是有问题的，还有在将基因送入细胞的使用的载体之中，可能也不安全。像是山中生明之前使用的四个基因之中，其中有一个具有强大的致癌能力，还有送入的载体常常使用反转录病毒，细胞充满了病毒，也常会变成癌细胞。就这样子，原本利益良好的干细胞移植，可能就变成移植到一颗肿瘤出来了。但是，就算突破这些基本的技术门槛，在未来面对再生医学、面对人造细胞的时候，一定还有更多的困难与挑战等着我们。但是呢，只要有够多优秀杰出的科学家投入长期的时间与努力，再加上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可预见的未来，也许是几十年后，也许是100多年后，我们就有机会能够看到 iPS 在医学上的成效。伦理道德的问题替我们关上了胚胎干细胞的这扇门，但是山中生明又为我们开启了 iPS 的这扇窗，就让大家拭目以待吧，期待着 iPS 在未来医学上的伟大应用。谢谢大家。第十八组，许用智同学，宋梦，宋梦勋同学，其他两位也会上来吗？请进，许用智同学，吕博生同学 ，OK， 从南部上来，你们要谈的书是阿波尔的纽扣，这是你的校服吗？这是，对吗？对 ，OK， 请开始。小虾，小声，大头，上台一鞠躬。小声，你怎么在哭啊？因为我在学校被欺负了。小声，乖，这个糖糖给你吃。耶，糖果哎。为什么糖会甜甜的？哦，这个说来就话长喽。哟，那你说说看啊。哦，那我来看看这块板子吧，神奇的板子。我们这里呢有看到这里这个甜味化合物，也是我们可爱的糖果。那它碰到味觉受器，也就是在你的舌头里面，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甜甜的。那这个 A 呢或 B， 它有可能是氢或者是氧，那它做化学反应之后，它就会让你感觉到甜甜的。那所以甜味化合物是什么？甜味化合物、哦，那我们翻面来看看喽。甜味化合物，这看起来像是葡萄糖。葡萄糖的化学反应是，那些一二三四，那什么东西啊？其实啊，这个一二三四呢是所谓的碳，但是呢，虽然说它是化学，它叫化学反应式，但是它并不是化学发现的，但是呢，它只是为了比较方便写，所以它就省略了碳的部分，把它编成一二三四五六，就是只把编号而已，就这样 ，OK。但是呢，这个呢，看。那为什么它叫化学反应式呢？因为化学啊，它在1891年的时候，它研究糖类，奠定了糖类的结构，而且在1906年的时候，还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哎。那我得过诺贝尔数学奖啊？诺贝尔数学奖？你那个是诺贝尔幼稚园的数学奖吧？那么为什么我刚刚看了糖果，我发现你刚刚讲的是葡萄糖，但糖果上写的是蔗糖哎。那个是因为啊，我们的糖果它是由葡萄糖跟果糖混合在一起之后，结成蔗糖组成的。那我们的葡萄糖就是结构就是长这个样子。那果糖呢，就是长这个样子。当它两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它会跟葡萄糖提供它一个氢，
果糖，另外一个氢氧离子，那它们两个合在一起会变成一个水，但是这边还会剩一个氧，所以就会变成蔗糖咯。哦，了解。听了那么多无聊的化学，让我来讲点关于糖的历史小故事吧。对于糖来说，在热带地区或副热带地区，糖的主要原料为甘蔗。早期的欧洲探险家发现，新大陆真是个种植甘蔗好地方啊！那就美洲吧。对啊，所以欧洲人听到了这个消息后非常振奋，于是他开始在巴西和西印度群岛开始种植了甘蔗。哎，大头，你知道种植甘蔗是什么密集的工业吗？好像是劳力密集。哎，不错，有读书。当时的欧洲国家为了大量生产甘蔗，不断的从西非引入黑奴。据统计，16世纪每年有将近1万名黑奴被送往新大陆。在往后的350年间，已经累积有将近5000万人的黑奴被送往新大陆。哇，那就比台湾人还多嘞！没错，在这将近5000万人中，有将近1/3被用于生产甘蔗。对欧洲国家来说，一船一船不值钱的黑奴换成了价值连城的矿石、钻石或者是农作产品。如此庞大的金额，刺激了当时的资本和经济快速成长，更驱使了当时大家耳熟能详的工业革命。哦，那这样在这种经济不景气的时代，大家就去种糖就好了。没错，种甘蔗嘛。没错，你看，所以你手上的那个小小糖果，在18世纪时更驱动了全世界呢。哦。谢谢两位指导，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吃糖果啊，还有我很爱吃糖果，然后也很爱喝珍珠奶茶，所以才会有现在这个身材。我原本从25变成现在85。那有什么其他的糖吃起来比较不会发胖呢？哦，这你就问对了。那我们还有所谓的代糖，代糖它热量比较低，那它有什么呢？还有所谓的糖精、甜精，好像，大肠精是不是啊？就要不吃呢，好，没关系，我们还有所谓的阿斯巴甜，那甜精，它是这个地球上最早发明的人工代糖，那它是一个研究生在做实验的时候不小心就做出来了，所以当你在做实验的时候不小心吃到它，你有可能是吃到代糖，但是千万不要去吃代糖，尤其是在研究室里面，不然小心。容易死掉。OK。经过两位的教导，我终于学到那么多东西，然后今天还有了可爱的糖糖可以吃呢。小虾。小商。大头。下台一鞠躬。第九组的同学，梁雅珍同学，李静，郭怡涵同学。于林杰同学，你们是高一的吗？还有一位，高二的，是不同同学组成的啊。OK， 你们选择抽到的书是《数学女孩》。再开始。各位评审老师、同学，大家好。大家觉得数学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数学不就是考试的东西吗？数学根本就没有用，好不好？你怎么会觉得没有用呢？其实数学跟我们生活中是息息相关的。假设我们忽略掉数学这个东西，就像是煮菜的时候忽略掉调味料的比例，就是将盐跟糖随便乱加，不知道会有什么味道的。你可以试试看，没关系。或者说，数学还有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很简单的性质就是衡量的性质。
大家觉得一千块值什么？值什么？值什么？买东西啊，但是用来买的啊。其实一千块最简单可以值20个便当。可是如果我们忽略掉数学的这个衡量的性质的话，我们可能明天买便当，可能只能买到一个便当而已。就是我们忽略掉它的性质。那像那什么费曼定理呢？我们就为什么要为了费曼，他就因为那种毕氏定理突发奇想，想到衍生而来那什么，变成什么费马定理，就还因为他懒得在那小小篇幅中写下他们的证明式，我们就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来证明他们。其实证明有很多种，就像是有直接证明法、反证法等等等。其中反证最有名的、最著名的就是证明根号二是无理数的这个部分啊，因为它太有名，所以我不再多说。想象一下，我们在证明的时候，每一个步骤、每一个过程，它都是环环相扣的。一旦这个证明是成立的，我们没有办法去质疑或者去怀疑到底是为什么，它是不容怀疑的。可是要这样一个一个去证，不是很麻烦吗？虽然很麻烦没有错，可是这就是数学严谨的 一方面的一种。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政治领袖他做出的决定是没有经过他的思考、没有经过逻辑的思考的话，他是不合理的。这样的话，这种的领袖，你会想要选他吗？或者他这种政策，你觉得对于我们人民，或者对于国家会有帮助吗？事实上，数学跟生活中还有其他更多有相关的东西。举例来说，单是学科方面就有很多，像是建筑学、商学，甚至是科学。虽然我们目前的教育把它作为一个考试的东西，可它代表它就是一个没用的东西。而且到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最新潮的科技，就是资讯科技，像是手机，有没有手机吗？有用过电脑吗？有。知道他们内部是怎么计算的吗？不知道哎。最早的，他们是使用二进位法，这就是牵涉到数学的一个计算原理。我们可是不能，我们没办法以此就断定。我们如果没有学到这相关的科系，就断定数学是没有用的。但是我们就玩电脑就好了，我们为什么要管它是什么用成的呢？我再回到证明就好了，回到证明。我之前讲证明它是环环相扣的，对不对？环环相扣的，它也可以拿来作为我们思考。就像是做决定，你做出的决定没有经过思考，就像政治里就做出思考，它是不合逻辑的。所以证明是数学上其中一环，可以拿来应用在生活当中。虽然它是看不到的，可是你可以拿它来做思考，像是逻辑上的思考。
原来是这样啊。你能就是可以避免到像是盲从甚至是冲动的购物行为。如果你们看到喜欢的东西会直接买吗？不会啊。那会看到钱吗？对，数学的这个想的这个思考方式就是你要审慎的去思考它每一个环节，所以像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你要买这个东西，你能用一个简易的，就是像是证明一样，证明出买这个东西有它的原因。这样那就你就还是要好好的学习数学。这样的话，数学其实就是我们的一种生活，生活的一部分。好，谢谢大家。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组。刘伟杰同学，请到前面来。赵俊同学，张婉芝同学，哦，赵院芝，对不起，啊，张院芝，你们抽到的书是《别闹了，费曼先生》，我们费曼都长同样的。持着怀疑的态度，甚至到废寝忘食的地步。虽然他的最爱是物理，但他也非常乐于学习其他知识、技能，例如生物、绘画、森巴舞等，且都有不错的表现。他永远对周遭的世界感到好奇，是一位一切都要积极尝试的模范人物。费曼曾尝试进入一个实验箱中，那是一个他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不过他却还是去尝试了这个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东西。费曼看到了一位学生正把餐盘旋转抛到空中玩，开始追究更基本的物体质点的运动加速度和动力的作用的平衡等，成功推导出这2:1的关系。他在书中说，
就这样，费曼图和那些我日后得到的诺贝尔的玩意儿，都源自那一天一个旋转的餐盘戏耍。没错，我喜欢追根究底，我也改革创新，我也具有想象力跟创造力。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查理·费曼嘛。费曼的思想天马行空，常随性而发，却又勤于追根究底，常有出人意表的想法，但也不会固执于自己的想法而形成偏见。任何理论都有被质疑的可能，思考才是参悟科学的最高原则。它并不是一条僵化的公式，也许别人教给你的东西是对的，如果背了这一条所谓重要的观念，就可以解释很多现象的来源，但为什么不从头质疑这项公式的来由及准确性，那以下的推论不全都是错的？费曼勇于面对问题，不轻言放弃，和改革创新的勇气。对一问题，他从不做单一硬性的思考，而采用多元的思考模式，能突破传统的限制，发明出新奇有趣的事物，如修理收音机、开保险柜、切豆荚，还有创造数学符号。我很务实，我也喜欢实践，我也有坚强的行动力。费曼具有坚持力、认真、专注、坚持到底的精神，在修理收音机这件事上，他死不服输，不半途而废，不找到问题所在的绝不罢休。费曼也喜欢辩论，喜欢思考，喜欢挑战，找出不合理的地方。我很喜欢思考，也喜欢批判，更懂得坚持到底。而且呢，我学习有智慧，我也会思考，很努力。格雷益克说，对费曼来说，知识可不是说说而已，知识是用来行动、用来实践的。他所协助创立的科学是前所未见的。戴维斯说，在这儿我们见到的是一位擅长引人注目并且十分务实的思想家，世上几乎再也找不到像查理·费曼这样的人。那我们要如何见贤思齐呢？最后，我们要学习费曼的事实求是，永不放弃的精神，培养幽默风趣、乐观进取的人生。我学习有智慧，而且会思考，很努力。我是一个会努力也会思考的 person。而面对升学压力的我们，不知不觉中被成绩束缚着，探索好奇的热忱与动力慢慢冷却。对于教育学者、师长与家长们，是不是也成为帮凶，让升学压力压得我们喘不过来？希望未来我国教育体制也能如同美国般的较有弹性，那么我们的社会将来也有可能出现另外一位费曼先生。下一位就是我吧，我是费曼俊。我们的发表到此结束，谢谢。好，我们谢谢今天下午所有的师徒同学。